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咱第三阶段带领之声老一点时间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带领党党主席老一点哈。好来，那个来讲这个国民党伊其实啊、我就要讲这个，讲国民党伊其实伊要摆脱哦，要摆脱这个肥渣的形象啊。反正就讲以前讲，靠呀，人讲一个党，遐大个党啊，输两届。一届的基层哦，苏格兰这个朱立伦这个王牌都差两万票的落选哦，尤锡坤第一年2014年选下，人感觉是世界第一排的肉卡哦，结果竟然输两万票，迄要知嘛？对无？阮台人出来斗话话较大声的，无定就起你啊！哦，可惜，真可惜哦！啊，去年后国民党就剩什么金门妈祖啦，什么哦，台东来种。花莲个，花莲那是清明哎，无动的吼，那什么傅昆萁啊，从那个山区的啦，哎啊，李斗山区，靠呀，啊，哎安尼输一届，啊你又去输一个，2016年，吼、啊，听见没有？2016年吼，那是输到他边的，出门是赢个惊死。虽然讲，其实伊绝对票数无增加啦，我那600几万，那都基本的，主要是国民党吼。朱立伦那卡存350万，我靠！你看看，咱输足济嘛，输2-300万票哦。啊，当然这内底还扣掉宋楚瑜摕到150万哦。你这150万就讲等于我拿军的交钱，我拿500啦。所以国民党基本盘啊还在啦，还在，也没有散掉。但是讲实在啦，已经足歹看哦。过来就是立委哦，这立委这制度哦，一定我本来哦。伊2005年阿边啊，迄个修宪了，其实我捌讲话，吼，我讲啊，这吼，那我会判断20年吼，无法度民进党无法度执政，吼，我以前捌讲话，所以这个算猜测错误，吼，但我以前有讲两个状况，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真正做甲做烂做烂甲比讲烂还烂，吼，第二就是咱的法官吼，忽然间脱胎换骨，忽然间就是过半面反正，忽然间变作大家拢是正义使者，开始掠一票。这两件啦出现有可能会兵败，吼兵败这个民进党会执政，吼想袂到我虽然讲20年吼，但约无着，但是呢，这点我约着，啊都烂到有袂讲吼，卖去做了有够烂，吼烂到什么程度？烂到因为总统佫甲立委连咧选啊，吼啊我所知影一寡中南部一寡国民党传统的条仔卡要去买票，吼迄种顶悬立法委员钱交来，拜托迄执政吼，吼50万甲我处理者，吼。迄买票讲卖啦嘛，真唔忙收，就这么作歹意为，马英九做了把大家干光毒嘛，啊你去买人家去毒，安怎个检举率害啊？唔，我看卖买，吼、哦，真侪国民党为马英九做了歹，迄票怎钱怎也未出，你敢知影？歹之前啊，这都是我讲的，第一，这特例怎出现，吼、哦，做了有够歹，吼、哦，啊歹当然歹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济真正歹啦，啊过来就是讲啊，亲中大家佫作毒来，啊本来伊是甲咱马英九是甲咱讲，不啦，那亲中经济就好啊。无影无一只清白党也无较好啊，嗯，有来好着一寡个吼，一寡去中国做生意去巴结咧红顶商人，吼、哦，台商吼去中国巴结强匪啊，啊赚着钱有啦，吼、哦，赚着钱咧去当下甲咱统战有无？哦，民事诶，未使收，啊，办中国西部中天互恁看，啊、哦，赚着钱了当下办媒体，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这里、個，吼、哦，昨叫约着诶。民进党全面执政，吼、哦，基本盘600几万嘛，无到700万票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朱立伦35，佮加宋的百五，其实加起又较细，是甚物呢？一寡中性选票有影有失去啦，吼、哦，迄种，吼、哦。但是真真正正老实讲，社会上对国民党感觉无好，就指出，啊，你哪会一直，你伫台湾的政，啊，哪会一直讲要去甲中国做伙，啊？中国讲啥，你就讲啥，伊讲有招，讲你就讲有，啊，就无影的代志，啊，就一直讲一中。台湾就台湾，啊，他一直讲要讲一中，嗯，这个吴敦义吼，我听他讲遐现象啊，奇怪，国民党是安那这两年来，连咪查什么空污的问题，吼、哦，连咪查什么爱废死刑，连咪查什么，吼、哦，什么同性恋袂使，吼、哦，我这以前黄国昌伫这个，伫这个这个金山，吼、哦，办理实际啊。把变遐嘛鬼啦，吼、哦！有一挂朋友唔想，无啦都无鬼啊，无鬼表示胜利啦，哦，这是连赢大胜利，吼、哦！虽然讲好像即马有骂人，怀疑讲这唔是，唔是连赢的，吼、哦！因为拢刘明进拢后卡，甲明进拢抢江山比较较要紧，吼、哦！这个现象，吼、哦，其实这个，吼、哦。
这个你是不去看到那个票数，你朋友惊死。哎，去到黄国昌，人要用甲罢免的啊，罢免主要你就讲伊都支持同性恋啦，哈，同性恋入民法，哈。阮像阮台联党，阮是无主张遐激进讲，吼，你同性恋个尊重人的性向，吼，啊，爸母生者也是讲伊国家讲伊有这个癖好，也是讲伊感觉同性会较好，迄人的自由人管，吼。但是阮是较反对讲来干扰着一般吼95%以上的正常的人的生活，吼，你。咱个尊重尊重，你少数人的这个习性啊，吼，甚至不免那个偷伊一寡，包括相关的一寡地形啊、婚姻啊，种，吼，迄用专法去啊出，啊，卖干扰着其他人。像我个人啊，至少我个人较倾向这个态度，吼，啊，不如个一般民间是要作册哦，作册这种吼，啊，这煞变作，尤其是本来咱基台实在这样想，你着带。台人人有较老啊，李登辉吼，黄坤辉，拢无看到老一条，袂讲介老吼。这是讲伤老，啊无咱换少年的起来化台独，化正名字，新国家好唔好啊？嗯，黄国昌起来，唔是正名字，这个新家庭，这无正名无字，那不是推广性。所以呢，伊迄边是提支持要甲罢免的是40,000+呢。出来听伊就讲反对甲罢免才20,000+，这歹哦，这歹很凶、嗯。所以我咧怀疑讲黄国昌若佫选连任，反正袂掉。所以这个沈发会吼，这个是有机会。民进党迄原本要选，去用劝退这个啊。所以以这角度看吼、我认为讲，啊国民党作业了这地、对哦，你大部分的真卡人吼，就是高义人，或者传统哦，你想要把作反对这个同性恋，好，但一直。哦，利用迄、那个发泄这个情绪，然后用黄国昌咧做，所以其实40,000+讲起来，有足大部分是国民党的动员，吼，这咱可能家己无啥知影吼。啊，民进党因为吸啦，放吸绿营的票啦吼，绿营票人讲啊这，吼有个人讲啊这，甲始终要支持20,000+，啊，但有个人讲反正伊嘛无啥赞成同性恋，所以无投，吼，所以这个是安尼，所以国民党你要看什么差是啥？伊就唔敢去吸这个，唔敢去吸到这个吼，这个统独问题，唔敢去讲伊，佮统伊啦啦。伊用个古仔，伊讲，哎呦，九二共识不统不独不武，哦，拢讲遐。啊，那即马大家看，你是亲中的嘛？啊，是那你讲这拢是骗人的，吼、哦。过来，第二啊，亲中也无影带来台湾的欢迎，佮富裕也无啊，哦，带来那钱啦、技术啦、吼、哦、人才啦，一直走到去中国，干安尼尔。敢那食了生鸡卵个无放鸡屎，所以清中嘛无影像你讲安尼，到底什么好处无影？有啦，少数人去赚着钱，吼、哦，迄财团啊，吼、哦，跟我屁事啊，对不？即、這个造成吼、哦、国民党无必要讲统一的问题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以前开始讲一个、欸、空屋啦，哎、欸，无想讲开空屋，你时代背档咧，你拢无处理，怎咧发空屋？吼、哦、啊，这、死刑啦，你时代给当死鬼啊，来当死啊，吼、哦。哎、我嘛给你拍破啊！嗯，拢是猜啊，是甲统独，反正表示国民党伊有意要甩脱这个啊、统一的这个骂名啊，匪渣的骂名啊。好，所以咱讲个只，说了了，台湾还佫有甚物？还佫有几种迄个匪渣哩只？咱休困了，继续等。